乐圈除了是高颜值群体的聚集地，同时也潜伏了许多才华横溢的男神女神。除了演戏、唱歌这些老本行之外，他们还有很多人在副业上的成就也非常亮眼，其中就有许多人画的一手好画，女神周慧敏甚至已经到了能办独立画展的水平了。而以下这些艺人也是堪称深藏不露的灵魂画手，下面就和小编一起去看看吧。陈晓外形就很文艺忧郁的陈晓，骨子里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文艺青年，除了写小说、打篮球外，还画了一手好画。很多人是从陈晓在微博连载的系列画作《神雕小画》发现他的惊人画技的。从小学习绘画的陈晓最擅长的就是速写了。我想如果他没有选择演戏，可能已经成了漫画界的超级男神。廖望演技扎实，高大俊朗的廖望也是一名多才多艺的演员，因为自己出众的才华也是圈粉不少。除了拥有一副迷人的深情男嗓外，书法和画画的水准也绝对不俗。特别是廖望的绘画作品不仅很有个人的风格，而且画风多样，无论是萌萌的小手绘还是酷酷的自画像，全部都超级棒。肖战最近我们的有钱哥哥貌似很火呀，颜值高还能歌善舞，难怪让不少姑娘都沦陷了。其实我们集众多才华于一身的肖战哥哥还有一个隐藏的技能，那就是画画。